接下来我们欢迎中山女高的表演，下一所表演学校北安国中，请准备。中山女高管乐队于民国48年成立，并在民国78年加入国内第一支旗队，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队伍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在教练与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之下，造就辉煌历史。中山女高乐旗队在各项重要庆典及国际活动上，经常获邀担任表演嘉宾，为观众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表演。在他们流畅活泼的身影背后，是不变的坚持。每次的演出都追求完美，向完美挑战，并在挫折中与欢笑中，努力地圆一个属于他们的乐旗梦。Thank you.
谢中山女高的演出。在下一个表演开始之前，让我向大家介绍目前到场的贵宾。到场的贵宾是我们成功高中校友会会长戴光辉、袁天明蔡会长及袁会长，以及北安国中学务主任刘新荣刘主任。